韩国男团 SHINee 在5月25日迎来出道10周年纪念日，四名成员在5月27日在首尔举行10周年粉丝见面会，并率先公开回归专辑的新歌。这次也是 SHINee 在去年年底痛失钟铉之后，首次以四人体的形式在本土活动。SHINee 在见面会唱出 An Encore， 现场播出钟铉的片段及声音，与四子一同合唱，令成员 Key 及温流不禁掩面落泪，成员陷入悲伤一直沉默。而 Key 在最后说，如果他能与我们一起就更好，但我们不要否认发生过的事，要让我们接受现实一同前进。而温流也说，多谢你们从一开始一直陪伴我们，我们永远都是五个人。而在同一天，四名成员举行出道10周年直播，被问到 SHINee 可以一起走过10年的原动力是什么时， Key 表示因为他们好好的坚持下去，认为如果他们不坚持不忍让，可能走不到10年，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在以总有一日会变好的想法来坚持下去，并走到现在。而温流则表示，原动力是他们一直都是看着同一个地方，大家站在舞台上最幸福，也为了这个幸福而一直努力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综合报道。